我都说了，傅真的死跟我没有关系。走开，走开，都走开！我告诉你啊，纵火可是犯法的，你装疯卖傻也没有用。梦玲，把他移交相关部门。好的，林总。傅真，傅真，现在没死。哎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们林总是什么人？怎么可能是你的夫君呢？夫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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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子，公子，陆时薇，是我，你看清楚，是我啊！知道了，不是夫君没心，是陆时薇和我都死了，那这里就是极乐世界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就是这人是不是疯了？算好咱们完蛋了吗？夫君，我就知道，你还记得我。他为什么要叫我夫君呢？莫林，把他送精神病院。好的，林总。